这是角落生物的树屋，它总共有六层，也是有六只角落生物。那它里面有小鬼，对不对？是什么呢？看这些啊，猫咪的，卡哇伊。这个呢是蜥蜴的，是猫咪的啊。努力努力，哎呀，那，せーの。又不是凯子，真的。那个是奶香，卡哇伊。去了，这个真的。我是第二层楼，又是来了。去了的。那拜拜。嗯，你要吃哪个？啥？小龟。小龟跟灰尘。这个是第四层的炸猪白。那灰尘最怕小鬼，因为小鬼会拿扫把扫灰尘。对，你看扫把。这就是我们的角落生物。嗯，是三可爱的小鬼。好，放进箱子里。姐，你来装，拿我放进箱子里。你要装，你要，你看这没扣好，你要扣好点。嗯嗯嗯、要扣好点哦。关太用力了，最后个。生物，他要记得订阅我。